大家好，我是川妹。今天又带小刘出去游水了，他一个星期要游有两次，每次回来都是现在几点了？九点半了。现在我们还没吃晚饭，今天又是我老公准备菜，等一下回去再做饭。很多朋友说我们每次吃饭那么晚，没办法，他七点半游水游到九点多，他这个时间段如果吃太早了也顶不到饿啊，所以说每次游完水过后才吃饭。它是没有啊。你这个是什么颜色？我想想，它是没有长的，没有没有长的。就是随机呗。它是狗仔。还挺好看。这是哪里的？七十一啊。对啊。你用积分用那个印花换的呀？七千分没啊，七千分我歪悠悠咯，加两蚊鸡咯。还挺好看的。加两块钱。这个够。不用干了，这很够。妈妈看，妈妈。我老公卤的这个鸡翅膀。番茄炒蛋，然后这个瓜，你这个瓜好大盆呐、啊！就是啊，我带饭了。带饭也用不了这么多嘛。油热把打好的鸡蛋倒下去。上次有个网友留言说想看一下番茄炒蛋的顺序，我每次是先把鸡蛋这样摊熟了，然后再炒番茄。摇两下它就散了，鸡蛋炒熟了倒出来，把这个剥好皮的番茄倒下去，好吃一点我觉得，有的人喜欢不剥皮的。炒的差不多，把这个鸡蛋倒下去，然后加点盐，加一点这个白糖。炒番茄炒蛋就这两种调料，把炒匀，出锅了，把鸡翅捞出来。早吃不吃？好吃的。吃呗。爸爸做的鸡吃了没有？没。你家在吃。爸爸做的。我做的。你就是把个鸡一洗了就倒进去就行了。对不对？我没有。甜呐。是常说。我找不着了。嗯。找不着。谢谢。那个鸡辣不辣的。那就好，我等下吃。就放在鸡就行了嘛。好。放在一起就行了，你踩它干嘛？
对啊。放胳膊那些。对。哎呦，冷静点，见到你太激动没办法。嗯、一天没见。口痰多汁儿。嗯。我吃完我就是大。你等一下把个卤水烧开了，再给我放好。嗯，放醋啊，哦。嗯，不烧开会坏的。嗯。你烧开，嗯。哎，我没放啥。开火、啊，让它滚一下。嗯。妈妈帮我切。不客气。